杀了他！你不是杀过他一次了吗？ 你怕什么？我下不了手。他今天必须死！想想，他是怎么侮辱你的？他是怎么骗你的？他是怎么杀了你的家人的？他就是一个畜生，他不配活在世界上！杀了他！ 第一次来说，你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是我？我早就注意你了。你是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人。你往前线捐钱，你在店里宣讲抗日，你还说过，如果是男人，一定要亲自上战场杀敌。现在机会来了。 你的夙愿可以实现了。按惯例。 新兵入伍，团长都要训话。我叫陈化，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老大。在这里规矩只有一个：畏战者死。这里没有同情和弱者，只有真正的强者，才有活着的权利。你们都是来自西北的汉子，我希望你们能像 西北的恶狼一样，用你们彪悍和锋利的牙齿，去撕咬、去征服你的敌人。我的话完了，欢迎各位来到独立团。来人！ 团长，我还在找你呢，你自己都送上门来了。团长，我想解释。解释个屁！是我推荐的你，我老同学如此器重你，一步步把你提到保安团团长。而你呢？你擅自离开，连累他受处分，你他妈还跟我解释什么？我犯了错误。 那么求你听我解释一下，行吗？说，团长，地方官场怎么腐败，您比我清楚。我是怎么当上这保安团的团长？那是我送礼送出来的。他们器重的不是我，他们器重的是我送给他们的东西。我进入保安团，我就想堂堂正正的做个人，做个军人。我不想跟他们一样那么腐败。 我是个儿官，不敢说我有多爱国、多勇猛，但我是个中国人。我宁愿做个杀敌的小兵，也不愿意跟那些小人勾心斗角。住嘴！常二。
我看你是军人，擅离职守，就应该受军法处分。带走！团长，团长，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但我请求你，把我送到战场上。我死在战场上行吗？团长，我求你了，给我关进来！团长，团长，我宁愿死在战场上。 团长，我求你，你给我放上战场，让我死吧！你放开我，你们！哎，团长，团长，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去战场吧！团长，我求你了，我宁愿死在战场上！团长，我知道我犯错误了，我求你让我去战场吧！ 就那女的找你。嘿，你怎么跑这儿来找我了又？我得看着你痊愈，我才放心啊。我早就痊愈了，你看我这多好，愈的不能再愈了，你赶紧走吧。哎，你干嘛总轰我走呀？没法不轰你了。你没听到最近的流言蜚语啊？ 这好多战士都传咱们俩的闲话了，再这么传下去，领导就该找我谈话了。快走吧！哎呀，我今天来找你是有正事儿的。那扯什么呀？你能有什么正事儿啊？我找你帮个忙。什么忙啊？做我男朋友。别闹了你！哎，你误会了，是假装我男朋友。装？来这儿这段时间都挺好的，就是我们校领导总给我。 总给我介绍对象，特别烦。你说我来这儿是学习文化知识的，又不是谈恋爱搞对象的。你说这怎么学习呀？那你要不喜欢就不答应不就完了吗？拒绝也难。我跟你说啊，他还给我介绍的都是立过军功的那些军官们，背景都一个个的特别厉害。你说我怎么拒绝人家？这话轻也不对，重也不对。哪句说不好了，伤了人家面子，可怎么办呀？ 看我这最近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学习都集中不了精力。哎呦，看把这小孩给愁的！哦，你也不容易，但是那些军官呢，你也得理解人家。 大部分就是打小就参加革命队伍了，这些年一直南征北战的，虽然立过不少战功，但是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其实你年龄也不算小了吧？早晚都得嫁，你找个顺眼的就嫁了就完了呗。我来是找你，不是让你劝我的，你到底帮不帮我？帮不了，我在这就是个小兵，你说我要是帮了你，那么多军官不得找我麻烦吗？ 反正你现在答应不答应，意义都不大了。什么意思？我已经把你的名字写在调查表里了。什么调查表？我得向人家证明我有男朋友吧，所以我们校长就给我一表，我就填了你的名字，说他就是我男朋友。秦北伦，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你这不是害我吗？这不往死路上逼我吗？反正都这样了，我想一下。 装的男朋友，帮妹妹个忙，不帮也不行了，哼，都不容易。既然都这样了，帮你最后一次，这是下不为例。嗯，行了，赶紧走吧。哎，你再帮我个忙呗。还帮你什么忙啊？我父亲有个朋友是我们学校教授，还装你爸？你想得美！我怕他托这个教授来问你情况，找你谈话。 那不就露馅了吗？你看那露馅了，我说什么？那个教授找我，我说什么呀？你别着急，你说什么呀？我都替你想好了。哎，你看，这。
说什么了？关你屁事啊！赶紧扶起来啊！来来来，搭把手来。关我屁事！我求求你了，团长，我知道我犯错了，你就放我出去吧，我要死在战场上，团长。 我求求你了，团长！团长！哎，喊一下午了，喊什么呀？赶紧过去睡觉去！这喊了也没用。哎哎哎，你睡那边去，睡那边去，睡那边去。 谁让你睡姥姥床上的？哪儿写你名了？你小子找死！来，快放手！放手！团长，我知道我犯了错，我宁愿死在战场上。说完了。 也许让你死在战场上更好。带走！我不用带，我自己一个人走。 确实是个做间谍的好材料。谢主任栽培。你有任务了。日军驻运城第39旅少将旅团长，毕业于日本陆军学院，入后依靠自己的努力以及家族的势力，很快就官至少将旅团长。该旅早期驻扎在朝鲜，九一八事变以后增援关东军。 越境入侵东北，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高木一人带着此团从东北杀至山西，少有败绩，因此号称战神。此人是典型的学院派军官，自认为是鲁将，杀人如麻，又附庸风雅，受曾经留学陕西的父亲的影响，喜欢上了秦腔，所以此次离去。 就是利用他喜欢秦腔这一点，接近他，利用你的美貌和智慧，去套取情报。我该如何接近他？这是你的新身份，尽快适应一下。至于如何吸引高木一人，那儿自有安排，你不用担心。你的任务就是，如何接近他，吸引他。你煞费苦心发展我。 就是为了他。对，接到这个任务，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是最符合各方面标准的人，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放弃的原因。这是我的机会，也是你建功立业的机会。有什么顾虑和困难，可以尽管说出来。 我已经家破人亡，一无所有了。
我没什么顾虑。你此次去，肩负着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的重大使命，希望你不辱使命。我没那么大本事，承担不起拯救民族的重任。但是请放心，我会倾其所有，尽全力完成任务。行，报，进来。 局长，我耳朵不背，是，我就知道啊，你是好透了，利索了是不是？完全好利索了，啥事没有？你看，我给你练套拳，嗨，嗨，行，裤裆别开了，没事，利索了，利索了啊！局长，这段时间我闲的实在是太难受了，憋坏了，您给我派个任务吧。明白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的是一点儿都不错，那叫闲则生非呀。啥意思？我听说你闲的没事，那跟那姓秦的女学生娃娃，黏黏糊糊的。局长，你可千万别听那帮人瞎传呀！我们俩在一块儿就是同志关系，每次聊的全都是革命工作。天天谈革命工作。对，好了好了，你也别空谈了，我现在正儿八经教你一个革命任务。是。 保证完成任务。哎，太君啊，哎呀，这次不好意思啊，我们这拉着这个柴火正往家走，不小心这个轱辘陷到坑里去，出不去了。 你看这拽不出去了。哪里？你这个搞个那样？哎呀，太君，你说话我也听不懂啊。我是说，我这个车，你看这个轱辘陷到坑里去，出不来了。哎，太君，哎呀，有办法，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拿个绳子拽着你这个车，再拽着个驴车，你帮我把这个车拽出去，咋样？OK，都一点钟。哎呀，哎，不敢举枪，太君，哎呀。 太君，是这啊，一头拴在这他，哎，哎，太君，这鸟没？
我们先去看看。。这是您的房间，您先住着。缺什么，你尽管说。这安全吗？安全，除了我跟一名司机，其他的服务人员请的都是本地人。什么时候开始演出？你先歇两天，这两天我们再打广告呢。等做足了宣传，你再出来表演。高木艺人，他会来吗？他如果想找个雅致的地方放松，只能选这儿了。所以你也不确定他会不会来？我们也不可能强迫他来啊。不瞒你说，在你之前，我们也曾找过几位会唱秦腔的演员来这儿表演。高木艺人来过几次。可每次听完了戏，他转身就走，不跟任何人交流。我认为，一定是那几位演员的魅力不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怎么让他知道这换人了？这些我们来安排。走了这么远的路，先歇着。找你来，是想交给你一桩艰巨而重要的任务。最近这个形势很严峻，总部截获了日军一份电报，电报上说，最近日军要有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但是行动啊，目的、目标都不明确，我们不清楚，但是可以判断。这不是一般的行动，如果这次行动实施成功，也许会对整个战局都会产生巨大的与我不利的这种变化。这些日子，总部一直在琢磨，是不是能够派一个同志能打入到敌人的内部，了解到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下手。现在机会来了，你看，昨天你们不是截获了这个日本军车吗？死了仨。活了一个，这个俘虏交代当中有一个叫做山本的，是一个翻译。这个人呢是在日本爱知出身的，后来呢也在中国长大，会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呢是太原的军部派到运城去，给敌人的第39旅团的旅团长叫高木，去当翻译的。现在他死了，我们觉得你冒名顶替他。特别合适。我？是啊。坐。我们也在分析，你有这么几个有利条件：第一，你们年龄相仿；第二，你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有地下工作的经验；第三，你还会一口流利的日语。
教授の期待に応えられず、自分の無能力で情報部に大きな損失を与えてしまいました。申し訳ありません。責任を持って処罰を下さるよう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君を起用した私にも責任がある。時期尚早だとは分かっていたが、何しろ君は私のお気に入りの一番優秀な生徒だったし、私自身。作戦の危険性を過小評価してしまった。君は作戦を強行しようとするあまり細部をおろそかにした。つまりはこういうわけだな。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これで最前線で働くことはできなくなった。しかし君のおかげで価値のある情報も得られているし、それに敵を攪乱することにも一定の成功を見ている。今回はお咎めなしということ。お願いです。もう一度チャンスを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私は君の教師だ。その立場からも君を決して見捨てたりはしないよ。君の将来についてもよく考えている。しかし今喫緊の任務は中将山にある国民党の情報収集だ。君には向いておらん。本部は君を本国に送還するよう言ってきた。まあ、休みたまえ。何だ、どうした。まだ何かあるのか。前にお話ししましたリン・チョーバーですが。何だ、奴はどうした。彼を利用する価値あると思います。なんだ、連れてきたのか。彼は昔国民党の兵士でした。彼は国民党内部に詳しいだけでなく、かつて中将山にいたので国民党軍も共産党八路軍もよく知っています。情報入手として彼は最もふさわしいものではないかと存じます。よし、試してみよう。私日本に帰るの。それは本部には私から言っておく。その男次第だな。はい。下がってよろしい。新しい先制劇の役者を採用しました。おう、新人か。はい。
是不是饿了？哎呀，这刚回来呀，要处理的事情多，在路上耽误了些时间。他们责怪你了吗？你跟我说，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 犯了这么大的过失，主任狠狠地批评了我，说要处罚我。处罚你？怎么处罚你？他们现在已经撤去我从事一线谍报工作的职务，可能马上就会遣送回国。这么严重？ 咱们俩走吧，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我没地方可去。怎么会没有地方去呢？中国这么大，到哪不是活着？你是中国人，你可以走。我是日本人，现在哪儿都在打仗，哪儿都是日本人。 他们要抓住我，我就是逃兵，只有死路一条。那怎么办？咱们就在这儿待着，等着他们处罚你。其实还有一条路，可以走。你说。我想让你加入特勤部的便衣队。 你让我当日本特务，他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搜集中条山国民党守军的情报。你在国民党军队干过，这个任务很适合你。别说了，我大哥二哥本来就不想让我们俩在一起，现在你还让我当日本特务，他们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杀了我。 你要当了特务，你大哥二哥会杀了你。我要是跟你走了，日本人就会杀了我。那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就像他们说的，把我遣送回国吧。可是丑娃，我不想走。 我们的日子才刚刚开始，我想跟你一直过下去。我爱你，楚娃，你舍得得我吗？我们俩可说好了，要在一起一辈子的。 高木爷来了，高木爷来了。
彼女と話できるか。ガム先生想和易小姐说话。哦，好，您稍等一下。进来。易先生，高木将军，请您过去坐坐。知道了。小姐，你好听，太好听。将军过奖了。伊桑，私は詳しい戦略がとはわからない。チンチン好きとは言ってもどうもよくは分かっていない。だがあなたのような歌は初めて聞いた。あなたのその抑揚と拳はとても素晴らしい。高木先生说他很喜欢秦腔，可也不太了解，只是今天第一次听您这样的风格，非常的打动人。将军果然是行家，我刚才唱的的确与你平时听的秦腔不太一样。我唱的是婉婉腔，也是秦腔的一种，它不是舞台的一种表演形式。将军听过皮影戏吗？就是农村乡间地头的一种表演形式。百姓たちの生活を表しています。可惜，战乱频繁，年景不好。長年の戦争に、已经很少有人在唱皮影戏了。这种表演形式随分と減ってました。都快灭迹了。消え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位老先生。他把这个唱腔交给了我。ワンワンちゃんを学びました。そうですか。このような素晴らしい歌が聞けなくなるのは非常に残念です。ですが、本当に今日は来てよかった。あなたのような素晴らしい歌が聴けて非常に光栄です。将军说这么好听的唱腔丢了可惜，但是今天听到你的唱歌真是很荣幸。ところで、伊さんはなぜこちらに？伊小姐为什么会在这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晚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
江南的雪。